大家好，我是小白，今天为大家讲一个我朋友的故事。她的名字叫小美，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女明星，她嫁给了一个富豪小泽。很多年过去了，现在小美已经不像年轻时那样漂亮了，小泽好像也不再那么喜欢小美了。小美希望自己能够永葆青春，她试了很多办法都没有成功，直到有一天她听说一个叫小丽的女人可以帮助她。小美按照地址找到一个偏僻的地方，小丽住在那里。小丽让小美猜她现在多少岁了，小美想了一下说她30岁，可小丽却说自己已经60岁了。小美感到很不可思议，因为小丽脸上一点皱纹都没有。就这样，小丽给小美做了一顿饺子，小美吃饺子时候才知道那是用胎儿肉做的，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她有点恶心，但为了能够永葆青春还是吃了下去。而这个时候她的老公小泽正在酒店里撩妹，那个女人是酒店的服务人员，因为小泽总去那个酒店，所以他们就认识了，小泽也出轨了。小美慢慢的习惯了这里，现在她甚至有些开始挑食了。小丽每天都会带回来新鲜的食材，过了一段时间小美觉得并没有效果，小丽告诉她说只有吃5-6个月的胎儿效果最显著，并且她说尽快给小美找到5-6个月的胎儿。果然小美刚离开，就有一个女人带着自己的女儿来到了这里，她的女儿意外怀孕了，她不想破坏女人的名声，所以就来到这个地方，希望小丽能够帮助她。小丽的丈夫是一个诊所的医生，他们曾经一起开过诊所，小丽知道5-6月胎儿流产风险很大，但在利益的驱使下她还是选择冒险。经过一番努力，她把5-6个月的胎儿拿了出来，但是那个女孩在回去路上因为大出血倒在了路上。小丽把这个胎儿的肉做成了饺子卖给了小美，小美吃下去果然恢复了青春，她和小泽又恢复了原来恩爱的时候。但有一次小美参加聚会的时候，众人闻到了一阵恶臭，他们都纷纷看向小美，这让小美很尴尬，她决定去卫生间里洗一下，可她发现怎么样都驱除不了这种臭味。小美给小丽打电话询问情况，小丽说可能是胎儿的怨气太重，所以才造成现在这个样子。而这时候小泽正在偷听他俩打电话，很快小泽按照地址找到小丽那里，他看见小丽长得很漂亮，身材也很好，就忍不住和她亲昵了起来。可后来他才知道小丽是一个已经60岁的女人。小美再次打电话想小丽帮助她，可是这次小丽拒绝了，因为她已经傍上了大款，那个大款就是小丽的丈夫小泽。后来警察查封了小丽的饺子店，小丽没有食材来源，她开始变得又老又丑，最后只能依靠拾荒为生。生老病死都是自然规律，我们不应该违背，也无法违背。如果你喜欢的故事，请订阅关注我吧，我们下期再见。